因为这个交通，现在这个刚好是下班时间啊。那只鸡要干嘛？哎，它上台了。Chicken， 你知道上台是要干嘛的吗？今天我们的寿星是鸡社长，你是为了他来，你要是来祝福他，表演来祝福他吗 ？OK， 是哪里来的鸡啊？那你能为我们带来大家所期待的激情的 Flamingo 吗？哦，你要掌声是吧？那当然 OK 嘛！哎，各位来宾，穿着鸡装特 Flamingo， 你们一定没有看过，给他热情掌声，先给他暖暖场一下，掌声对不对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啰嗦了，好，时间就留给您来表演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交给你了吧。为了吉纯熙，他竟然还敢上台表演。你干嘛想喝水是吧？你该不会是把水喝完吧？应该是把水喝完，把你烤来吃。我跟你讲。哦，啊，演奏曲了，你什么鬼歌也听不出来。快乐，对不起，生日快乐歌。他用水杯的高低音敲出生日快乐歌。那我们既然借这个机会，他的一个水杯的音乐，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，一起祝我们这个机车长生日快乐。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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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奶奶，是你吗？是你对吧？看到你为我的生日这么努力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惊喜了，好令人动容的一刻了。拍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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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照了。依照惯例，我要帮你们拍照，留作纪念。来，笑一个，再接着笑一个。我帮你把头套拿掉，来嘛，不要害羞，来呀。头掉，拿掉！哎，怎么打一起了？哎，也 OK 了。哎，这么惊喜啊！哎呀，你对我敢？哎，那，哎，下一个。哎，那，你干嘛要逃啊？我承认你今年扮成鸡是有点把我吓到，可我不会笑你啊。因为我知道你是为了要逗我开心，所以才扮成这副样子。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等我一下。喂，社长，我查了所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，安娜小姐的班次2个小时前就已经抵达桃园机场了。但是 ，sorry， 安娜小姐她并没有在飞机上。你谁啊？你干嘛假扮安娜？激情天使交友中心。既然我朋友没来，你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餐？就当作是你今天晚上帮我解围的谢礼。你要下班了。是帮我们这些落单人终结孤单，不是你们激情天使的工作吗？啊？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？你那无厘头的热心，还有怪异的舞姿，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呢。可是那个人现在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他今天的生日也被我放了鸽子。陈心怡就是今天被我放鸽子的那个人，是个凡事只求付出不要回报的典型笨蛋。今天我利用他的善良
对他爽约。其实我很希望他不要这么听话，偶尔可以任性的反抗一下。他身边的那些人早是喜欢占他便宜，把他当成便利贴一样呼来唤去。我其实很想提醒那些欺负他的人，欺负这么善良的女孩子，小心死了以后下地狱。可是，其实欺负他最残忍是我。今天一整天，我只要一想到他知道一个人过生日的表情，我就觉得内疚。脱掉婚戒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内疚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一个人过生日那么惨。将心比心，他今天的心情，我更不能原谅我自己。你说，我才是那个应该下地狱的人，对不对？不知道陈心怡现在在干嘛。做那么多，谢谢你肯留下来陪我吃完这一个人的生日大餐。我可能真的太寂寞了，居然跟一只鸡一起吃饭。不知道陈心怡现在在干嘛，生日过得开不开心？我应该趁生日结束以前，亲口跟他说一声生日快乐才对吧？你手机响了。这不是陈心怡的手机吗？陈心怡，真的是你！给我！你以为一直带着鸡头就没事啊？你可以先下去。哎，你也没品哎。你干嘛扮成教导中心的鸡啊？偷听我说话？你是想看我被安娜丢下来的球样子是不是？是你自己刚刚强迫我留下来陪你吃饭的。哦，你还顶嘴？你不是说偶尔可以任性一下的吗？欺负我这么善良的女生会下地狱哦。这只瓜牛蛮聪明的嘛，偷听我话来呛我。你为什么把自己生日丢下来过，好像当鸡来对我开心？没有啊，我想亲眼看一下安娜给你惊喜的样子。抱歉，你愿望不能实现，你只看到我被安娜狼狈丢下来的样子。哒啦，这是我们本店为您精心准备的纪念马克杯，可爱吧？你看看，啊，笑多灿烂，星光灿烂啊，好可爱哦。小白木。